去。大家一起拿吧。大家一起拿吧，这个表面上一定要说的，我觉得肯定就是你了，没问题，一定是你。好了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坐下来访问他，是因为他今天让我在上边看的视野实在太好了。何韵诗，恭喜你入围了女主角。我们又不能免俗的，当然也是要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谁会拿奖？你之前好像有说过是啊。哎，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就大家都在的时候，那所以再私底下你说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们吧。桂纶镁是吧？那今天呢，大家都在，所以你要说。没有，但我真的觉得谁拿都好，就不要我拿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点不好意思，拿得到的。我哪里不好意思？你说你这样讲，那如果待会你真的上台了，你要评审多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我就业余一点的嘛，就演员。